那挺好看的，这是看的，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明白的，因为没有油是牛。真不错。我这才要紧扣，哎，我不会可能我不会紧扣。看工吧，就是说以这种现象，老的也有，现在造假也有，这个大家看一下，大家认为老的还是新的？实话实，你们实话实说就行了。你看这是老的，像老的，感觉像老的。来，实话实说，你看是新的，看像新的。但不敢肯定，反正我感觉是这东西，就我买不会买。大家一点，这里边的变化和表面的，它俩是不是在一个环境下造成的状态？你看，包括这些快速流线的，就这一件算是仿的比较好的一件东西。像这些现象，它符合老的一个特征啊，最主要的就是这个。光气，咱待会儿一下啊。那个是汉代的，这无非这个战国的年代差不太多，但是都是使用铁制工具啊。我们看一下这种光感，大家一定要学会看这种光气。我就像是个拿水泡，和水泡不泡没关系。再一个，还有一个什么啊？就是你看这些表面已经咬得坑坑洼洼的这个地方。没有一个统一的变化，包括这些位置也是，这算是一个相对来说高仿，而不是中低仿。那就这里边，它没有任何的包浆而言，就这个光一看就是抛出来的这一种光，不是自然，对，不是一种自然光。